我一拍照就显胖，而且我还不会摆。那教大家微胖之类的拍照秘诀，靠在墙边这样拍，难怪你说拍出来显胖。我们要从侧面拍，背靠着墙，再用手把肚上肉压住，视觉显瘦20斤。长得胖这一时半会儿肯定瘦不下来，但可以找现场的环境当前镜，挡住一半的身体，这效果立竿见影。为什么你一拍照就是矮冬瓜？咱就是说拍全身照，这外套千万不要扣太紧，衣服要敞开，包包挎肩上，能把视觉中心往上移，再把毛衣撩起来，手插裤缝这儿，提高腰线，最后脚腕前踩，显高又显瘦。跟我学拍照，会变成有效摄影师。